无论你是种植任何的植物啊，只要是拿种子种植，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去催芽。您会发现呢，简单容易养，最重要是发芽率非常的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佛山二花匠。刚刚我儿子上来问我为什么把猫关在笼子里，他这个小家伙呢，昨天干了个坏事，把我在年前去提前种好的那个早春的西瓜种子呢，全部在土里面挖了出来，把整个花盆给翻了个遍，也就是说我这十天左右的工作呢是白干的。这家伙呢，一定要关他一段时间，让他去好好的醒一下这个脑子，太调皮了。那我们在家怎样种这个植物，种子种子该怎样种才是好的呢？前两天呢，就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他种番茄那个发芽率这么的低，他丢了一整包番茄的种子到土里面，一个番茄苗子都没有出现，没有一颗发芽。我就告诉他去剔除掉动物的骚扰，比如有猫在那里挖土，或者是有狗在那里挖土，人为的挖土。剔除这些问题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懂得正确的催芽的方法。这方法呢，其实很早以前呢我就告诉大家，但是很多朋友呢就往往是忽略了这个事情，然后把种子呢直接埋在花盆里面。我就试过了，我前两年也是经常这样子，把买回来的种子直接撒在花盆里面，盖上一层土，浇上水，就以为完事了。结果就发现呢，好长一段时间连个苗子都没看到。而有些种子呢，在一两年之后呢，反而突然间长出来了。比如一些南瓜，我的花盆里面偶尔会看到一颗南瓜突然间长出来。这应该都是我前几年丢进去的。养花种菜，千万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子呢，得不偿失。非常的浪费，而且最重要还让你的花盆里面无端端长出一颗南瓜，不在合理的季节上面长出来的南瓜呢，或者是植物呢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看，这是前段时间丢下去的那个蔬菜种子，这些是经过催芽的，而且状态也非常好。我们催芽呢，除了那个给它促进它的生根以及发芽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呢，就是给它补充水分，因为那个种子呢，在那个包装袋里面放了多久我们不知道，它肯定慢慢就越来越缺水了。我们提前给它补充十来个小时的水分，这样子离家的种子呢才能长得好。水是生命之源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给它杀菌，杀了有害细菌呢，这些蔬菜呢就不容易出现细菌等等那个骚扰的问题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刺激它的生根以及发芽。所以催芽这个事情呢，您不要以为很简单，其实事实上呢，只要做好，你种菜就会成功了 99%。 当然呢，催芽像这个是西瓜，我今天没办法了，小猫猫把我整个花盆里面的种子给刨了出来。事实上呢，我那些早春西瓜已经发芽了，有这么高的芽子了，但是被它全部弄出来之后，我只能重新去种啊。这个东西呢，怎么去处理呢？其实处理的方法很简单，不要只用清水，往里面加入一汤勺左右的那个白酒，多少度都可以啊，30度、50度都没有问题。当然呢，如果你那个是比较弱的苗子呢，啊，种子你就泡的时间短一点可以。如果像香菜那些种子呢，泡一整天、两三天都没有问题。这个西瓜的种子呢，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泡的。丢在那里泡到现在有12个小时了，这个样子呢就可以拿去种了。您会发现呢，它的发芽率是明显高于您用清水浸泡的，或者是这直接撒上去的。来，大家看，就是这个花盆呢，你看，小猫猫真调皮，已经发芽长出来，到处都是这种。你看，这是它的根呐。已经长好根了，帮我把它全部拔出来了，而且把土也乱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它的种子啊，都脱壳了。哎，太调皮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种子怎么种呢？不要直接撒上去，
最好拿一根棍子去扎个洞啊，扎个洞，扎一些洞，然后把它塞进去。专业那个农民伯伯呢是直接那个撒下去的，但是我们盆栽种植呢最好是打上一些洞，这样子有利于它的发芽，然后把它一颗颗的丢进去，先丢在门口都可以，等一下拿个棍子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是泡了一个晚上的早春西瓜，两个品种也好。之前的西瓜呢不合时宜，就季节不对。一般情况我们种西瓜呢最好在春节过后15到20天左右才去种，太早呢由于温度的问题呢可能长不好，现在呢被小猫猫提前搞掉呢也合适。差不多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扎到那个洞里面去。这个土呢我是提前浇了水哈，最好大家提前浇了水啊，不用浇太多，然后把这个洞给填上就可以了。不用浇很多水，上面再盖一个保鲜膜是最好的，搞一个塑料袋，防止小猫猫的再次骚扰。稍微深一点也行。用白酒进行育苗呢催种呢是一个日本的长辈去教我的，而这种方法我在2年前开始用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试验了很多很多的植物，效果非常好，而且呢最重要是发芽率得到了保证，在发芽的速度也提升了。养花种菜呢要懂得正确的方法，这样子呢才能让养花种菜变得有乐趣。种子撒下去一点都没有，啥都不长，那是真的没意思。懂得正确的方法之后呢，您会发现既省了事，而且呢长得又好，这样子养花才真的快乐，种菜才真的开心。好了，今天啰嗦到这里，我是佛山奥花匠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